买了三桶试试啊，量还可以。谁都说辣辣，我试试啊，我也没吃过。马来西亚鬼椒面，好必配的。来个封面，我们搅拌开，要看辣不辣啊！配的我的小米辣一块吃啊，少吃一个这个。这辣椒一点都不辣，就一个清气，不好吃，不好吃也不好吃吧。尝一下啊，挑战一下。估计是不是我买的这个是假的？我那料包呢？不辣，还没有国产的辣呢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辣，没看见，确实是猪油拌饭啊，让你们看一下，省得你们都不信。都没有化开了。烫了，还有没化开的呢，吃了一大块。下回放热油。